杜雨泽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那个巧克力一开始就不是为你准备的。什么？杜雨泽，你听好了，我欧阳绚丽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你才是浩一的替代品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你就让我搅在你们俩的破事里。没错。 从始至终，你就是个备胎，混账！告诉你，我杜雨泽不是你欧阳雪梨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。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货色，所以才在中学的时候给你上了一课。你该不会忘了我会上的事情吧？今天我宣布，我就要和我的女朋友默默订婚了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 告诉你，全世界的男人都不会有一个喜欢像你这种狂妄自大的女人。平时在大家面前趾高气扬，想不到是这种人。原来只是个装腔作势的人，以后还躲得远点。也都丢光了。想不到是这样。住口！哼，看来你这小贱人还记得，我早就看出来你对那个江浩一有感情。 在和我交往的时候，居然还想着他。我杜雨泽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屈辱。我发誓，要让你付出代价。你受的罪都是你自作自受，你活该被众人嘲讽，活在阴影之下。杜雨泽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不，浩一，他说的没错。我作茧自缚，我咎由自取，我有罪。 我要赎罪，浩一，我喜欢你，我要把亏欠的爱都还给你。雪莉，原来当时你是这个意思。不要离开。那，我要赎罪，我要把亏欠浩一的爱都还给你。 雪莉，你没有错，该道歉的是我。如果当初我能主动一点，我们都不会变成现在这样。如果那时候我没有对你乱发脾气，你就不用遭受这样的痛苦。不，不对，不怪浩一，都是我的错，一直都是我的错，原谅我吧，浩一。
现在让他过去吧，以后我们好好的。可恶！你们两个把我杜宇子当什么了？江浩一，你要剪破鞋没问题，可是你别忘了，你们现在还在我手里。哼，是吗？正好，你犯罪的证据也在我手里。梅塔糖，交给我吧，浩一。梅塔糖。 你要把拍下的视频上传网络，然后发送到全城所有的手机上。出什么事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不急，再陪他玩玩。杜宇泽，住手！不许你伤害浩一！怎么回事？我们被偷拍了！ 你们也收到了这个视频了吗？难道那小子有同伙？答对了！杜宇泽，现在你的犯罪证据已经传遍全城了，我劝你还是投案自首吧。不可能！啊！警察，里面的人不许动！ 老实一点，你们两个胆敢绑架本小姐，判官！念哥，你们总算来了。警察叔叔，快救救我们！看来出场又晚了。把他们押到警局去。是队长，给我老实点，快走。 燕哥，杜宇泽就交给你了。啊，绑架加故意伤害可是重罪，这小子很长时间都不会出来危害社会了，你们放心吧。江浩一，啊，去死吧！ 伤害浩一，你疯了，疯了！你不许动，不许动！拨叫总部，快叫救护车，这里有人受伤。雪梨，雪梨，为什么？雪梨，浩一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救护车呀！好，那就好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 你为什么这么傻呀？因为我不要浩一再受伤害了。浩一是我最喜欢的人，最喜欢了。雪梨，浩一，谢谢你原谅了。 快叫救护车！雪梨好勇敢，为了浩一，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。 原来，他们一直都是两情相悦的。浩一，别难过了，雪梨她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都是我的错，如果不是我，雪梨也不会受伤。我太迟钝了，如果我早点明白雪梨的心意，她也不会。我能理解那种心情，喜欢一个人的时候。 就会患得患失，不敢太靠近，生怕让一切变得更糟，所以宁愿继续保持现状。越是在乎，就越是不敢主动。
就怕连眼前都失去了。浩一，这是人之常情，并不是你的错。是我的错，雪梨为我受了这么多苦，我不需要你为我开脱，你根本不知道雪梨经历了什么。对不起，浩一，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。但是，雪梨她那么喜欢你，我相信她一定不会怪你的。江浩一，冬云阿姨，雪梨她，你还敢跟我提雪梨？江浩一，如果不是你，雪梨不会是这样古怪的性格。如果不是你，她现在也不会躺在病床上。你到底要害我们雪梨到什么地步才罢休？您说的对，都是我的错。您尽管打吧。浩一，住手！放开！他把我们女儿害成这样，你还拦着我干嘛？冬云，你冷静点。浩一，你跟我来。原来是这样。伯父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没能保护好雪梨，真的非常对不起。不，这次多亏了你，雪梨才能得救。冬云之前跟我提过雪梨被跟踪的事，我们太忙就没放在心上。做生意的人这么大意，是我们的失误。不，雪梨这次都是为了替我挡道，如果我当时……浩一，别太自责了。一直以来，我和冬云都对雪梨不够关心，作为父母，真是不应该呀。浩一，伯父，浩一，雪梨她醒过来了。啊！哎，医生说雪梨需要静养观察一段时间。雪梨，爸爸来看你了。现在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？哎，爸爸妈妈不常陪在你身边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雪梨，我，雪梨，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嗯，我最喜欢浩一了，我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嗯。雪梨，我，你是谁啊？我好像不认识你啊。雪梨，我是浩一啊。不认识。那我呢？还记得我吗？当然，你是妈妈，那边是爸爸。你记得我们，却不记得江浩一，这样也好。我这就叫医生来看看。哎，等等，你先别去。雪梨，你不记得我了也没关系，我们可以重新认识。我叫江浩一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现在还在一个学校。你是我的青梅竹马，
也是我的第一个好朋友。小时候我很羡慕你，羡慕你有温暖的家，羡慕你能和同学打成一片。是我的欲望造成了我们俩一些不必要的误会，让你受到了伤害，这都是我的错。这次你会受伤也是因为我。对不起，我不会再让这种事发生了。你放心吧，从今以后我会一直好好保护你的。从今以后一直保护我？当然。浩一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亲爱的，你要记住今天说的话，要一直保护我呀。欧阳雪梨，你居然假装失忆骗取江浩一的同情，拿欺骗换取承诺，我不认为这样的承诺有什么意义。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雪梨真的失忆了呢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还不是听你说出了状况，结果一来看就看到这么一出好戏。雪梨，你别这样啊。这才多久没见，就成了万花丛中过的后宫王啦。真厉害呀，是不是呀，浩一？